好的，那么呢，接下来进入最后一段啦，我们来讲一下如何的排版。排版这件事情讲起来蛮玄的，初学者通常觉得不是很重要，但是呢，意外的非常重要。绝大部分的优秀的程式设计师，最终一定会找到他自己喜欢，而且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接受的排版模式。那么，不得不说啊，写程式这种东西呢，你写出来的 code 固然是要给电脑看的，但是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时候呢，是要给人看的。好，你可能以后会有队友，你做 project 的时候会有组员，出社会了以后呢，会有同事，彼此之间是要互相用彼此的 code 来合作的。如果你写的 code 别人完全看不懂，非常麻烦。好，反之别人写的 code 你看不懂也很麻烦。因为可能你去上班的时候呢，你的同事离职了，你要交接他的程式，然后呢，以后他的程式如果出错了，或者是要更新，你要修改，这个时候如果写得很烂，那就是很惨啦。或者是呢，你的同事这个写得很好，那你呢，自然事情就好做得多。另外就是不要以为你不跟别人合作就没这个困扰，你过2个月、过3个月回来看你写的程式，就跟陌生人一样。所以到那个时候，你一定会想不起来这个变数是什么意义，然后这一团 code 在干什么之类的。那么好的写作习惯会让人从程式设计师变成好的程式设计师。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知道分号是我们用来标 statement 结束的地方，空白键啦、tab 啦、换行啦什么的，并不会影响 compilation 和 execution。哦，除了一些很特别的情况以外，那么呢，这就表示同样是一个 equivalent 的 program 可以有不同的写法。左边是我们的 Hello World，右边事实上也是 Hello World，但一般人应该都会 prefer 左边这种，而不是右边这种，对吧？因为右边这种糊成一团，看也看不懂。然后呢，这明明是同一个 statement，硬要分两行，然后呢？这个圆刮弧明明是 main 的一部分，硬要拆开，然后你这里也看不出来，这个和这个是混在一起，是成对的。所以我们的写程式的任务，或者说排版的任务，就是让我们很容易的理解这个 program，能做到的话就是好。好，那么呢，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来让我们的版面好看，所以呢，大概有这一些。好，那很多我就一个一个讲。首先呢，当你有分号就换行，换句话说就是，请不要把两个 statement 放在同一行，几乎没有任何的好处，除了让 code 的行数比较少以外。好，那初学者很喜欢比你的 code 几行，我的 code 几行之类的，好像程式码比较短就比较厉害，或者程式码比较长就是比较认真，都完全没有，这完全就是写作风格而已。所以我的建议就是，除非你已经是非常资深的老手了。不然，两个 statement 不要放在同一行。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原则啦。另外就是你的这个 brace，也就是所谓的 curly bracket 大括号，应该要垂直地被对齐。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第一个程式，这个和这个是有对齐的，这个和这个是有对齐的。那么第二个程式呢，虽然你觉得这个跟这个好像没有，这个跟这个好像没有。但是你可以看到这里是对齐的，而这里是对齐的。好，所以第一个程式和第二个程式呢，都是所谓的好的写法，因为你看得出来，你根据这个阶层就看得出来，这里是第一个 block 里面的东西，这里是第二个 block 里的东西，这里一样嘛。好，所以若是如此的话，事情就好辨认。第三个就是错误示范。今天呢，这个人明明就是对他，这个人明明就是对他，可是你却把它错开来写，导致你一眼看下去的时候呢，很容易误以为这是一个 block，那后面是什么东西不知道，这样子的话呢就很糟。那今天这个很容易看出来，但是如果你的 code 有几百行的时候出这种错，就会要人命。哦，所以请务必小心。好，那么程式设计师很喜欢战或是讨论啦，哦，第一种写法还是第二种写法好？实际上都好，只要你自己喜欢，而且 consistent 就好了。我个人喜欢第一种写法，
哦，那就是我的习惯而已，并没有说第一种比第二种好。所以呢，通常我给大家看的范例程式都会是第一种，但是投影片有时候会排不下嘛，所以我偶尔会用第二种。总之就是你尽可能地选一个你喜欢的就用就可以了。再来，indention 就是缩排，如刚刚所说的，把你的 block 往右边缩排，让他们可以显示出他们现在是属于哪一个阶层的。这样子的话呢，会比较容易理解。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基本上是表现不错。第二个呢，就不大 OK， 因为你这样子猛的一看，你不容易看出这个人是哪一个阶层。好，那么至于哪一个这个 statement 是在这个 if 里面，还是那个 else 里面，还是这个 while 里面，就不太容易看出来。好，所以第二个写法呢，就不太好。但是很多初学者一开始都会写成这个样子。正常的编辑器，当你打一个大括号的时候，按 Enter， 它自己就会帮你往后跳。好，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好，比如说这里，假设我写个这个 if， 随便写 a 大于2好了，然后我写大括号，它就会自己帮我往后跳。如果你不知道该空多长，那么你就让它帮你往后跳就可以了，好吗？你又打了一个大括号，按 Enter， 它就会帮你往后跳。好，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缩排，你就用编辑器帮你弄的，这样就可以了。好，那么第三种这个也是很要不得啊。好，你不但没有按照阶层做，你甚至还把这个大括号后面直接接的东西，还有人超出前面的缩排的。哦，简单来说就是程式码长得越丑，你就越容易出错。哦，并不是说排得很漂亮就一定很容易没有错还是怎么样。但是我几乎没有遇过程式设计师他很强但是会写出这种 code 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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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哦，所以维持好习惯一定会让你的这个写作比较顺利。再来变数宣告，我们之前讲过一点啦，就是说呢，最好取有用的名字。然后呢，类似或者是用途相近的变数在同一行宣告，以便你在找起来或者是理解他们的时候比较方便。那么这里是一些例子。比如说如果我说我现在要来丢两次骰子，然后呢我有一个盒，两次骰子的值如果我输入进去了以后呢，告诉我两个加起来点数是多少。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人们就比较可以理解说，哦 ，OK， 这个程式一定是跟骰子有关，然后呢，一定是要把什么东西加起来这样子。如果我就是写 A B C， 然后 C A B， 然后你光看，你过几个礼拜回来看，马上就会忘记 A 跟 B 跟 C 各代表什么意涵。好，所以这件事情也不太 OK。可以的话呢，尽可能的帮你的变数取有用的名称，而不是 A B C 一二三。哦，除了一些特例以外，好。那么变数的名称它呢，当然就是这里所说的同类型的把它在同一行宣告。哦，像这里是三个混在一起，那也不太好，因为 AB 跟 C 的用途其实不太一样嘛。关于空白和换行和空行呢，它们通常可以让我们的程式码有比较好的视觉效果，写起来比较不累，那你就可以多写几个小时啦。所以通常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当你有 binary operator， 就是那些加减乘除啦、等号啦、比较啦之类的，哦，左边右边各放一个 operator 的各放一个 operand 的那个东西的话，在 binary operator 的左右各加一个空白键。然后呢，如果你有逗点，在后面加空白键。然后呢，如果你有一团一团的程式的话，用空行来区隔它们。所以这是一个例子，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各有各的用途嘛，我们就用空行把它隔开。然后在这里的话呢，因为都没有隔开，你看起来就觉得比较挤哦。程式码如果很长的话，很容易看不出来这个在干嘛。其次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在等号的两侧哦，这个输入输出的运算子的两侧，我们有空格的话，通常呢比较容易能够让你一目了然，你看出哦，这是个 operand， 哦，这是个 operand， 然后呢 operator 这样子。如果你全混在一起的话，程式当然是可以读，但是我们人去读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很紧，对吧？
你不太容易一目了然地看出谁在哪里，谁是什么。所以呢，这种解法比较不建议。哦，不过 again， 非常多的初学者都不喜欢在 operator 的左右打空白键。那我是没办法勉强什么啦，但是我觉得有打比较好。哦，所以这是我的建议。然后最后就是逗点后面要空一格，就是这里。哦，逗点后面要空一格。那这里就是逗点后面没有空一格。逗点后面空一格事实上是英文写作的基本原则嘛。哦，所以你这么做当然会让 code 看起来比较赏心悦目一点。好的，最后呢就是关于写注解啦。注解是什么？注解是在程式里面你可以写一些笔记，你自己可以看，别人可以看，但是程式会选择略过那一段的。所以呢，如果平常写程式是给电脑看，那写注解就真的是要讲人话啦。所以在 C 加加里面我们有两种写注解的方法。如果有一行你希望从某一个字开始后面都是注解的话，你就在那一行打两个反斜线，那么这个时候呢，后面就会变成注解。或者是你可以有一排注解，一排注解的话呢，就是我们用这两个符号来中间放一些东西，那么那中间就可以写一大堆的注解，所以用起来像是这个样子。好，我会用这个 block comment 的语法来写一大堆的注解，写复数行的注解。然后如果某一行后面我想要注明这行在干什么，那我们呢就用单行的注解这样子。所以注解这个东西也是一样，初学者因为一开始写的程式不长，所以经常会不想要写注解，那也有可能是因为赶着把作业写出来啊之类的。但总之写注解是非常重要的，那好习惯必须要请大家从小养成。所以这是为什么前几次作业我们都会请助教帮大家看，说你的排版好不好啊，或者是这个你有没有注解啊，你注解写的有没有用啊之类的。之后甚至还要请同学们互相看。好，因为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数学超强或是逻辑超强的演算法大师，或者是这个写出什么登陆月球的程式啊之类的，不一定。但我们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养成好的程式习惯，让我们跟别人合作的时候比较容易。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比较容易发挥我们的价值啦。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谢谢大家。